当然你上去了。明明写着禁止攀爬的告示牌，家长却大声嚷嚷要孩子爬上去合影留念。您看到这个禁止攀爬几个字吗？看到。那为什么还要让孩子进去呢？合也离我那个长得像，就是。这座位在广东深圳，建在1991年仿浙江南峰塔的7层塔楼，高37公尺，只要摸得到的砖上，每一块砖都被游客刻上了字。还是根本原因还跟他素质的一个问题吧。同样在广东深圳的锦绣中华景，原来遍布所有猥琐景观的50000个陶瓷小人，不是断腿缺手，是一个个被连根拔起。而像这样到处都可以蹲就地解决的画面，让人无奈又尴尬，随地大小便，到处丢垃圾。这很实话了，知道吧？这随大流。大家都扔这样的，其实这个我们也知道，这个呢是不对的。中国人尤其最爱插队，就可能会有特定那一两个，真的是就人家不能插队，然后他还是硬往前冲。但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在排队而已。是真的没注意，还是根本没当一回事？11黄金周之后，各景区真的仿佛遭遇劫后余生。三立新闻谢碧莲。